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哦？就是有多看一些 X X 片，想说可以吗？这可以播吗？只等到你出现，让我开始体会我是谁。Hello， 嘎乌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个，我是丁宁，我这次是西装店的老板娘。哇，你身材这么好哦，你穿西装一定很好看哦。我没有看剧本啊。对啊，就呆萌，他就说姐有个角色要不要来帮忙，就说好啊，就来了。见鬼了！我就说你一定要死。我觉得新演员，我觉得他们就有他们不同的感觉，比较 fresh。然后他们一定会生色，那就说这个生色也会变成这个戏里面另外一种味道。我觉得这部片有关小光的故事，这个剧本哦，是一个非常刺激的剧本。哎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耶。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现场很多直男。大家好，我是恩大。我在小光里面的角色是小光的恩客，主要是有点偏向 SM 的系列。对。对你他可以我的速度，对，我就定没有办法抓到那个感觉。我个人其实平常比较喜欢年纪很轻的，所以我听到是钟岳轩，我其实还蛮期待的，然后觉得小狼狗。你知道签什么签？你知道签什么签？我刚好进去吗？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在寻求爱情跟温暖。但是因为自身有一些比较羞于见人的疾病，被这个社会比较没办法接纳的部分，所以他会比较内向，比较压抑自己的一个角色。然后也是第一次跟男生演情欲戏、床戏加打斗戏，一场戏里面要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表演生涯的一个新的挑战，这样。我是 BB， 然后我饰演的角色是幼年时期的小光。会紧张吗？等一下这么激烈的戏？有一点。就是老师感觉还蛮专业的，我好像就顺顺的跟老师一起就是互动嘛，互动就蛮特别的互动。老师有试图在最能表现的方式下，然后又不伤害我的方式下去完成这一次的演出，这样子。还好吗？导演吗？他在就是演出前都就是帮我放松，就是让我不要紧张这样子。毕竟是我就是第一次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怪怪的？放松。我现在非常的晕，是因为我刚刚一直抽那个烟嘛，然后连续抽了大概不知道几根了，所以我现在还在晕的当状态当中。那你知道这是多少？这是2，错，这是晃动的1。哦，大轩哥，你真的晕了。晃动的一有在暗示什么？没有，这太融入剧情。好，你好，我叫谢宜伦。这一次在《小光》里面，我饰演的角色是基层警察小陈。因缘机会下就认识了钻石导演，然后那个时候导演就跟我说：“哎，我有一个角色想要让你演演看。”我也觉得蛮讶异的，就是在一个素未谋面的情况下面，突然要交给我一个角色这样。那我想说，当然还是试试看。怎么了吗？哦，是这样的。他上个月来报案，现在犯人抓到了，需要他来指认。可是他留的电话怎么样都打不通哎。你要跟我拿的时候要很 man 哦。一般都是这样。没有啊，还是这样、啊。应该有更帅的拿法。这样吧，那是性感。这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危险的朵拉女神。我这次演的角色呢是跟我。原本真的蛮不像的，就他们竟然要我演一号，你们相信吗？对，但我演得很好，导演刚刚赞赏有加，我就是也可以含泪反串一下。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哦？就是有多看一些 X X 片，想说可以吗？这可以播吗？我多看一些性爱影片，然后去揣摩一下他们就怎么摸、怎么亲会漂亮啊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动作，然后一些眼神的交流这样子。不然，因为我平常的就是性生活也不是说非常的频繁，我怕我演的不是这么的丝丝入扣。我觉得小光很棒，就是我的部分是我需要跟他很多亲密的接触。
然后我在拍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我怎么样都可以？”他就说：“对，你就来吧。”我说：“我舔、亲、抠，什么都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对，就反正你就演你自己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可爱还是人可爱？人可爱，人好可爱，人一定。衣服也不错，因为是导演挑的。没有，是宝仪姐挑的。哦，宝仪姐挑的。人很可爱。多摸几下。好，摸摸。我刚刚剧本没有写到摸下面，所以我刚刚有自己加戏，偷偷摸了下面。一定要选吗？一定要选一个？我今天会选小光，因为我没有跟道玄对戏。如果下一次导演有机会，请帮我跟道玄写一些对戏的，我可能就比较可以评断，因为我今天只有跟小光对到，我不知道道玄适不适合我。谁谁谁？宜伦哦，他是一个大男孩的感觉，我也会蛮喜欢的。可是他刚刚跟我说他很高冷，但我觉得不会啊，可能是我让他就是冰山融化了吧。如果就是已经觉得厌倦了一些那个文青系列的那个同志朋友们，我觉得这支片子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OK，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嘎嘎乌拉拉来看女神，看女神好不好？很重要。